你要娶的人不是他，我不会娶你的。 他走了，你和他说了什么？还需要我跟他说什么吗？他一个罪臣之女，跟着你，最多只是做个外事，现在可以做长平侯夫人了，他有什么不乐意的？那还不快马加鞭的赶过去？他不会，而我的妻，终究也只能是他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以后。 我也管不了什么事了，但只要我活着，我只认现在这门亲事。你应该明白的，儿女私情，终究打不过你肩上的蛋。 你不认识他了？他是你未来的娘子，咱们镇国公府的儿媳呀。只要我活着，我只认现在这门亲事。 我要娶的人不是他，我不会娶你的。哎，你是不是被砸傻了？不必多言，我一意已决。 心痛，不必挂心，你出去，出去。